今天是中华民国110年的11月4号星期四的晚上，下班时间哦。那明天早上就要去环岛，现在在等人呢，很无聊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拉转哦，拉转仔细听哦，哦。拉转非常的快哦，真的是很爽快的一个引擎调教哦。OK，好啦，我们再来测试一次啦，听看看哦。这就是1962年的 W11 双化油器，经过赫曼先生的调整之后，真的是有够爽快的。哦，这个声音哦，拉转了，饱满了，点火角度混合比，真的是有够畅快的。